电子书屋开阔官兵视野。9月上旬的一个周末，新疆阿克苏军分区科加尔特边防连上等兵陈志龙在新建的电子书屋中戴着耳机，靠在休闲座椅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平板电脑中播放的战斗故事。该军分区着力改善基层文化设施，让官兵有了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据了解，该军分区所属营连分散驻防在荒漠戈壁、雪山峡谷，自然环境艰苦，社会依托条件较差。电子书屋建起以后，官兵阅读热情高涨，部队学习氛围日益浓厚。